知道吗？橘子不用剥橘子皮，也能知道里面有多少瓣橘子呢。什么嘛，小玉说的好像能用超能力去预测一样。不是啦，不是什么超能力。这个我也知道，我是静冈清水人嘛，说到静冈当然会想到橘子了。我也是在清水市长大的孩子，可是我怎么不知道这种事啊？只要拿到这个橘子地就知道了。橘子地？嗯，把这里面拿掉，然后就能从凹下去的地方看到橘子的茎，数一下茎就知道了呢。茎的数量就是橘子瓣的数量了呢。嗯，这个应该有十瓣。哪里哪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对，小丸子也数一下。嗯，我也来试试吧。哎呀，啊，我能看到十二根，也就是说，没错，有十二瓣，没错吧？啊，我在静冈生活了九年，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，光知道橘子好吃。橘子，对不起呀、啊。真是的，干嘛对着橘子道歉呢？这种事情不知道也没关系的呀。是吗？的确是知道这种事情，橘子又不会多几瓣的。啊，这个味道真的好香，剥完橘子皮手上都会有好闻的味道。对了，据说橘子皮还可以当印章来用呢。印章？哎，好可爱呀。这个是用橘子做的吗？嗯，只要泡沫塑料就行了。泡沫塑料吗？嗯，先把橘子皮挤一挤，然后把汁液粘到泡沫塑料上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呢？你仔细看看橘子皮的表面，是不是有一粒一粒的？据说那个里面藏着很香的橘子油，泡沫塑料遇到橘子油之后就会融化了。哎，这么说的话，就可以照着自己喜欢的花纹做印章喽。嗯，没错。那我也要做做看。对了，小玉，可以把你的橘子皮给我吗？啊？有很多橘子皮就能做很多印章啦。对呀，这个给你吧。我的橘子皮也给你，谢谢。以清水人的名义发誓，要好好努力。橘子皮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差泡沫塑料了。妈妈，家里有泡沫塑料吗？泡沫塑料？没有啊。真是的，不要随随便便的用一句话就想打发我了嘛。好好想一想嘛，怕麻烦到妈妈。说了没有就是没有。橱柜上面或者柜子下面呢？没有就是没有，不可能有。哎，怎么说的这么肯定呢？我昨天刚把这些东西跟纸箱子一起当作垃圾扔掉了呀。哎，不是吧，明明看见一直都有的，怎么偏偏在人家需要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呢？啊，这就是人生。塑料，爷爷连名字都搞不清楚，肯定不会知道的。丸子，你要抛弃爷爷吗？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东西。白白的，青青的。那不就是豆腐吗？有的时候可能是四方的箱子，有的时候可能是不会被水浸湿的板子，而且还能很轻松的掰碎。完全不明白。但又不能在丸子面前说我不懂，只好找找看了。这个好像不对，那个在找什么？很有可能在这箱子里。那个，啊，爷爷，这个箱子不就是泡沫塑料吗？什么？对呀，这不就是干的冒泡的塑料小姐吗？干的冒泡。不过有点太大了，像明信片那样的有吗？大的话切掉点就可以了，大了可求小，小就难求大。这么大可以吗？这块也太小了吧。那么这边再切一块。啊，白色的小粒全都飘出来了。真讨厌。粘在身上拍都拍不掉。哦，我身上也是，这下麻烦了。轻飘飘，轻飘飘，轻飘飘，轻轻拍下来，结果又粘上去了。真的好像下雪啊。对了，
透明的，胶带透明的。停下，你们不可以进去。哎呀哎呀，怎么衣服前后都是啊？所以才想要透明胶带啊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要靠近我。不要紧的，这些都粘在我身上了，掉不下来的。哪有这回事啊？你看，又弄得乱七八糟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都怪塑料小姐太能冒泡。还没开始做就快累死了，再不快一点的话，橘子皮都会干掉。好吧，拿出精神来，首先呢，先试一下。啊，小丸子，你一个人居然吃掉那么多橘子！哎，姐姐，你误会了。用橘子做印章？现在我就做给你看吧。当当当，世纪性的瞬间，只要这样轻轻一挤，真不可思议呀！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奇怪啊，是不是要多擦一点才可以呢？橘子皮都散掉了，好脏啊！肯定是因为橘子皮干掉了。我再用新鲜一点的橘子皮试试吧。妈妈，我想要这个橘子。不行，马上就要吃晚饭了。我又不吃，只想要这个橘子皮。橘子皮？橘子皮。你拿走橘子皮，橘子怎么办呀？剥掉皮的话，橘子会干掉。小气鬼。这里好像有橘子皮。真讨厌，干嘛不早说啊？给你。泡澡的时候还要用，不能全部都拿走。全都干掉了。要做印章的话，用橡皮擦不就好了吗？橡皮擦？橡皮擦比橘子简单多了，因为很软，所以又很容易消。我的还是新的呢，消掉多可惜呀。我可是用大家扔掉的橘子皮做的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也没见你做的有多顺利呀。小丸子用刀很危险的，橘子汁就安全多了，很好的办法。我小时候也试过用橘子汁做显影墨水。说什么呀，做印章又不用橘子汁，是橘子皮的油，用油去溶解。橘子汁和橘子油差不多的。不一样的。这么一说，我好像听说过用橘子皮的油打扫卫生的话可以溶解污垢。真的吗？橘子油真的能溶解污垢吗？泡沫塑料都能被融化，当然也可以很快的去污啦。丸子知道的可真多呀。橘子真了不起呀，既好吃又能派那么多用场。妈妈她不会也在想着要用这些橘子皮打扫卫生吧？这样的话，现在可不是悠哉悠哉的时候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妈妈！你叫什么呀？身体泡暖了吗？橘子皮呢？帮你留着了，看，在这儿。太好了！小丸子的橘子在那儿。在哪里啊？在被炉上面啊。使劲揉一揉，可以很容易地剥掉里面白色的筋。不要再揉了，这是我的橘子。好了，要正式开始做喽。刚剥出来的橘子皮果然很新鲜呢。做个什么样子的印章好呢？这个样子的怎么样啊？画上眼睛和嘴巴。在这个地方稍微涂一点橘子皮的油。新鲜的橘子皮果然好用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嘞好嘞。糟了，多出来了。拿一点到别的地方吧。眼睛垂下来了，不过就这样吧。我做好了。红色的那个东西呢？盖印章的。你说印泥吗？就在这里，给你。就是这个。大家看好啦。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做个猪鼻子啊？不是猪鼻子，这是笑脸啊。完全看不出这是个笑脸。一不小心手滑了一下，所以嘴巴没有做出来。第二天。喂，小玉。小丸子。
橘子印章。小丸子盖着印章的纸飘向了远方，如果就那样飘到国外的话，捡到它的人会认为那像什么呢？啊，鼻子。再见了，替山同学。哎，爸爸要换工作离开了。嗯，临时才决定的。嘿，替山同学的爸爸要调动工作了吗？那你就是要搬家喽。哎，嗯，哎，要搬家？怎么会？替山同学真的要搬家？拜托大家，请别再提这件事了，我已经很难过了。替山同学，替山同学。替山同学，真是的，汤姆同学，你干嘛要站在门口发呆啊？对不起。真是的，好疼啊。那个替山，是呀，奇怪。请别再提那件事了，我已经很难过了。替山同学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你怎么了，小丸子？小玉，替山同学他就要搬家走了。哎，真的吗？嗯，我刚刚在过道里听他跟别人说的。是这样的。替山同学就要搬家了，以后不能再这样给替山同学盛水果冰汁了。替山同学，是水果冰汁，哇哇，好开心呀！山田同学，不要再胡闹了，弄得到处都是灰尘。喂，山田同学，喂，藤木同学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明明是前田同学。藤木同学，别找借口了，你现在应该赶快向替山同学道歉，不是吗？说的对，快点道歉。那个替身同学，不要紧吧，得快点用水洗一洗啊。你果然是一个只知道狡辩的胆小鬼啊。不是的，替身同学。替身同学。啊，鹰同学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看那个。真是好可爱呀。很可爱，是吧？是啊，真可爱呀。替山同学喜欢这样的东西呀。这是俗话说，人不可貌相啊。那个替山同学搬家啊，得走了，我正在帮家里跑腿呢，现在必须走了，那么明天见，鹰同学。替山同学，他果然不想提起搬家的话题呀。小鹰，怎么了，藤木同学？吓了我一大跳。你刚刚和替山同学说什么呢？你都看到了呀，藤木同学。替山同学指着那个娃娃跟我说，很可爱。这样啊。啊，这样啊，但是他爸爸工作调动也没办法啊。替山同学好像不希望人家提到搬家的事呢，他说他会难过的。那是当然了，如果大家对我说再见了，以后要保重啊之类的话，我准会哭的。我想替山同学肯定也不希望你们这样。是吗？那样的话我还是什么都不说比较好。是啊，跟朋友分别一定会很寂寞难过的，真可怜呢。丸子，我绝对不能忍受和丸子分开，受不了。爷爷，你真讨厌，丸子会永远陪着爷爷在一起的。丸子，爷爷。
第二天，替山同学今天请假了吗？替山同学，他一定是不想跟大家分开，难过的都病倒了。他真的要走，我也很难过。替山同学，走啊，快一点，上课了，快点！替山同学今天好像也请假了呢。都已经第三天了，真让人担心。花轮同学，就算是跟花轮同学分开一小块时间，人家也会受不了的。是吗？一旦分开了，就很有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对方，对不对呀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人家一定会死掉的。怎么会呢，宝贝儿，你太夸张了。一旦分开了，一辈子就很难再见到了。等等我呀，花轮同学。就这么让替山同学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，然后一辈子也见不到了，我不要这样子。对了，小丸子，我们要不要给替山同学送点什么留念的东西呢？留念的东西？就算分开了，替山同学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就能想起我们啦。啊，这个真不错。要送什么好呢？就是啊。他真的喜欢这个娃娃吗？替山说他非常可爱。是吗？这个，你说人真的是很难琢磨呀，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选那个啦。就是啊。阿姨，我们要买这个。这可真是奇怪的事情啊，本来以为这个娃娃卖不出去了，正准备把它收起来，今天居然有两个人要买走它。居然还有其他人想要买这个。这是买给朋友的礼物。这样啊，那我给你们包起来吧。这个是送给替山同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听说替山同学就要搬走了。所以我……藤木同学，你说替山同学他会喜欢这个吗？他一定会喜欢的。你好。樱同学，随波同学。桃木同学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那个是因为我听说替山同学要转校了。这个你怎么也知道了？不是的，我想桃木同学也许是误会我了。误会你了？爸爸的工作的确是要调动了，可要搬家的是邻居。但是替山同学，你不是说非常难过吗？那是因为要和特别要好的邻居家姐姐分开，觉得特别难过。她是从小陪着我一起玩到大的大姐姐。桃木同学，我不会搬家，也不会转学，所以我不能收。哎呀，和我们的包装纸一样。莫非另一个买娃娃的就是桃木同学？樱同学，西波同学，找我有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替山同学三天都请假了，有点担心，所以就过来看一下。看望我？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，我已经没事了，明天就可以去上课了。是吗？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放心了，对吧，小一？就是啊。那替山同学，明天学校见喽。再见啦。再见。替山同学，请收下这个，就算是看望的礼物。藤木同学，太好了，替山同学不会搬家了，又能在学校见到替山同学了。小玉，真对不起，看来我也跟藤木同学一样误会了呀。不要紧，小丸子，赤山同学不会搬家，不用转学，真是太好了呢。太好了，只是个误会，太好了。替山同学他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娃娃的。真是好可爱呀。明天替山同学会跟我道谢的。藤木同学，谢谢你，我非常喜欢。要怎么办才好啊？
哎，这个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怎么办？是呀，怎么办呢？你要吗，小玉？哎，啊啊啊！哈哈哈，也是啊，怎么会要呢？小丸子和小玉被这个无家可归、楚楚可怜的娃娃弄得不知所措。爸爸和爷爷以前是大红人，真的吗？那就写一首好诗吧。那些会写天真浪漫诗的人，我真是佩服死了呢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写诗和大红人是怎样的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坦克拉丘林克，加一大。